example 12.1，佢話一個 arithmetic sequence 要揾翻個 first term 同埋個 common difference， 咁佢就話俾你即係七同埋二嘅。咁 A part 啦，叫你簡單寫翻咧個 general term 出嚟。咁你 A part 好簡單啫 ，Tn 咧就會等於翻 a 即係七啦，加去 n 減一乘 d 今次係二，咁就然後爆開佢啦。咁啊七加去咧兩個 n 減翻二，咁變咗做五加二 n。B 啦，叫你揾翻第十同埋第十三個 term， 咁咪寫翻啦 ，T 十啦，等於五加去二乘以十，咁啊變咗做咧係廿五。T 十三咧就等於五加去二乘以十三，咁啊廿六加五就三十一，咁啊完成咗啦。